它有很多的画法哈，看你怎么表现。可以练习一下，没关系。等一下，你们就可以去画叶子啊。勾筋啊，对不对？水分尽量多一点哈，多一点它就好画。加水的，加水的呢？加水的，水来了。等一下点蕊看谁去点哈、哦、点蕊的人准备颜色哈、哦、把笔调好颜色等一下就好了真的不会点的人去点那一个那一颗中间的绿色就好了那个新同学你来调蕊你拿那一颗中笔哈、哦、同学可以帮他讲一下，跟他讲一下什么颜色。中间那一颗那个雌蕊要先画，雌蕊要先。那边也有可以勾。